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吃播爱酱。今天，吃的是粽子，还有一个是下沙拉烧麦。这个是我们就是在我家附近有一个古镇里面买的，还是很有名。先来尝尝吧。这个烧麦。这个烧麦跟其他的不一样，其他的一般的烧麦，平常的话都是糯米的，然后这个是肉的，然后有汤汁，里面有一包汤水。跟小龙很像。它这里面还有笋丁，它这个是应季的一个小吃，里面有笋丁，有肉，有些还放了香菇，下沙烧麦，这个是粽子，两个都是肉粽，也是那个古镇里面的，很有名。在上海的话，上过好几次本地的一些美食节目，然后到端午节的时候，人会排队的话会比较多。现在去的话是淡季嘛，所以你排不了多久，一会儿就能拿到。一个是肉粽，一个是蛋黄肉粽，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蛋黄的，随便吃吧。五花肉，肥肉，糯米。这五花肉是瘦肉和肥肉相间的部分，应该说是瘦肉和肥肉结合的部分。
一块瘦肉，这是蛋黄的，你看。蛋黄好吃，肉，这个就纯肉了，里面没有。除了肉以外，没有蛋黄。这款肥肉，他们家的肉特别多，你看我都吃到最后了，这里还有一大块瘦肉。这里。好满足。
这个小吃，粽子跟那个烧麦的话，都在我们就是我家附近有一家赵家楼古镇，我觉得现在来说是非常有名吧，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去玩，平时的时候人都超级多，周末的话人基本上都是人挤人这样子。如果在上海的朋友喜欢吃的话，可以欢迎来到赵家楼做客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拜拜。